生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春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。两时分钟之声调频广播网八九点三做着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春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心的多亲爱的空五感恩。现场开放一串电话5966449，这个电话咱拢当利用啦吼。哎，肉粽节都要到啊吼，今日就4月28啊吼。哎，啊那是咱公园呢吼，2024四月吼，咱讲6月4号啦吼。啊，今日吼咱已经是拜二啦吼，同款拜二、拜四、拜六礼拜。哦，咱拢寺庙拢有开科办事啦吼，所以伫遮呢，甲咱报告一下吼。啊，然后需要香品的寄送啦吼，香油款、速茶、贡末、小盘香、普灵灯、虫草王山膏包、金盖丽蜂胶牙膏、合力美，或者是讲吼，咱3罐500块的吼，哦，迄足好用呢，足侪人买吼，一盖拢得买10几罐。吼、哦，迄种火焰霜很好用，迄骨头酸抽疼吼，也是讲烫着去互烹炖着拢有效，吼、哦，很好用，俗阁好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也是香品啦吼，诶、哦欸，咱已经介绍遐尼久啊，应该免阁重复介绍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也是，吼、哦，有想要吼、哦、健步灵补一下吼、哦，啊，对咱的脚头较好，吼、哦，啊，对目睭呢营养素有够，吼、哦，咱讲多吃啦吼、哦，多保养，身体会健康哦。来，伫遮呢，这种算吼啊，甲咱提供着咱喜结善缘的节目啦吼啊，总是喜结善缘，总嘛要有经费啦吼，无经费就讲袂久啦。哦，咱就讲，咱像讲咱乡啦吼，带动一下，吼啊，都一寡经费，然后来讲道啦吼，安尼嘛感恩啦吼，哎，伫遮祝大家吉祥平安。啊，开车的囡啊，拢会当出门在外吼，开车大吉，工作中顺利啦吼。老大人身体健康啦吼，来今日来连线一下吼，安排一对李先祖，这对嘛真活泼啦吼，真活泼，阁好听啦吼。
尽苍生，锦绣不断看青松，云海舞蹈显彩虹，历代英豪难一世，却听无辜于沉重。好，听这地吼，李神作啦吼，也蛮好听的吼。来，咱今嘛来讲凡间呐、世间呐吼。现在的宗教实在是很多了吼。新的宗教嘛，足济啊吼。啊，你讲佛教有的也是，现在也是有很多吼。啊，足侪无同款的法门呐，吼，都不一样的法门。所以讲，咱讲凡世间呐，吼，宗教呐愈多，吼，但是也要让宗教意义深远呐，吼。但是呢，无人知讲多一个法门是上乘的宗教，吼。一般宗教伊的宣化甲教化，吼，有这个宗啊，但是佫无教，啊，宗就是道。教就是德，吼、哦！啊，你有宗爱有教，对无？啊，有宗就是道啊，啊，有教就是德啊。好、哦，有这个教育，好、哦，有这个教育就是德，宗教就是道德，好、哦。宗教是以道德为主轴啦，好、哦。讲大道法门是传道嘛，但是道有所言难言之处，无形无相是必须要以心传心啦，吼、哦。讲心法为是宗，如灵传教心法者，则灵为是宗教。所以讲宗教之存在呢，就是爱会当有宣化甲教化这个功能，代替宣化教化民心，让咱的众生了解为何咱爱信仰宗教，为何咱爱求道、学道，以及敬拜神佛，内底其中的意义啦。现今的宗教呢，比较较欠缺的，就是宣化这地、甲教化这地，吼、哦，拢都是游览车啦，吼、哦，哇，足闹热啦，吼、哦，逐天都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就是出，无就是出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一直联谊啦，吼，啊，一间联谊过去间啦，游览车，吼、哦，载足侪乡客一世界安尼，一直联谊。但是吼、哦，世间人吼、哦，啊，咱咧讲学习啦。哦、所谓的宗教也必须要有代天宣化、教化民心，让众生了解为何咱要信宗教。吼、哦，唔是讲游览车坐咧吼，啊，一世界一直去，一直吼、哦、去挂会啦、进香啦，吼、哦，啊是灵山啦，一直泡啦、泡，吼、哦、泡泡咧，吼、哦，啊到尾啊咧，到尾啊嘛唔知到底是信什么啦，吼、哦，啊即嘛就是咧讲宗教有淡薄啊乱象啦，吼、哦。比较欠缺的就是宣化甲教化，啊，世间人欠少智慧的情形下，会盲目的信仰呐，好、啊，也会盲目的、啊、花一些不该花的钱，要改变了信佛原有的用意，好、啊，甲目的。那呢，我们今天讲的、啊、就是对于宗教的认知，是应该要多看、多听、多思考。哦，这呢嘛是今日哦，这我是感觉讲，我们也很需要了哈、哦，把它剪下来，哦、融入在哈、哦、啊，咱讲修道心得里面，哦，修道心得，哦，安尼大概当共勉，哦，这是非常好的。那你当个信用了哈、哦，宗教信用伊的理念以及目的，哦。每张纸嘛，今日来讲一段，咱来该甲切落来，吼、哦、啊，甲且甲藏咧，有时间啦吼，啊则落去吼配字幕，吼落去配字幕。是安尼讲，宗教信仰都是他的理念，吼、哦，还有就是众生的目的，吼、哦，要随着众生之兴趣，吼、哦、去牵引着因，吼、哦、现在吼、哦、多数即个宗庙啦。吼、哦，伫咱这个经营吼、哦，利用吼、哦、这个宗教吸收民间的资金，
吼嘛足侪啦吼，啊不管讲啥物款的宗教，拢同款，咱袂当使民众吼产生了排斥，因为你若是讲拢是用宗教吼安尼一直咧办活动，一直咧办活动来吸金，吼来吸收民间的资金啦，安尼会致使民众对宗教产生排斥反感，因此造成了现在宗教的乱象啦。宗教的乱象，而今世一成不变哦，所以咱讲，咱要宣化甲教化的功能啦，吼、哦，兴建庙宇的目的是要创啥？是要让众生未遭受无形的灵来打扰，并且借由神佛之力量呢，吼、哦，以及运用供庙的资源来帮助众生做急难救助，吼、哦，用众生之。资源呐、啊，取于社会嘛，又用之于社会，使每个众生都可以受到神佛的庇佑。咱的宗旨，慈天毕生讲的宗旨，就是取于众生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嘛是，吼、哦，咱的众生和咱的资源呐、啊，来帮助众生做急难、做助水、吼、哦、助学啦、急难救助，用众生和咱的这添油香的资源呐、啊。出之于社会，又用之于社会啦吼，使每一个众生拢会当受到神佛的庇佑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，咱若拄着痛苦甲烦恼的代志，咱会当借由着这个宗教的力量，宗教的力量给予信心与心灵的寄托啦，吼啊，负面情绪的疏导，吼、哦、缓解内心不安。有了归属感，重新奋斗的动力，这就是一贴足好的精神的良药。这就叫做宗教。真正的宗教是要给咱足好的精神的良药。所以讲宗教这么啊多，咱希望讲有宗唔通无教，吼、哦、有宗绝对爱有道，有教才有德。所以讲宗教就是道德这两字啦，吼、哦。那宗教呢，就是爱有宣化甲教化的功能。好，咱即卖咧讲宗教的认知啦、认识，是应该要多看、多听、多思考，看看到底符不符合所需之需要。宗教最终之目的，并唔是要兴建宫庙、起哦足大经的，好，是要在众生无助的时阵，好给予心灵上的寄托。有了这个寄托了后，咱才会当真正做到心灵上的改革啦，改变自己的人生观，树敌会当离苦得乐。对于正统的宗教，爱加以宣扬，好加以宣扬。那么的感恩啦，吼，感恩，吼，啊，咱这个弘道印经会，吼，慈天啊，咱的这个慈善弘道印经。好，喜结缘来对，好、哦，咱的廖师兄啦、啊，他也是非常的赞同，好、哦，宗教信仰都是有他的理念以及目的，好、哦，啊，咱嘛爱随着众生的兴趣，好、哦，去甲这众生引传，好、哦，引传，好、哦，入来到这个宫庙来对，好、哦，伊是要来学习，好、哦，要来学习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咱。就有着这个神佛的力量，运用着宫庙的宫庙，吼、哦，这众生吼所落的这香火钱，然后这资源尽量啦，会当来帮助众生做这急难救助啦，吼、哦，用众生的资源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做社会有路用的，嘛是取之于众生，用之于众生啦，吼、哦，虽然每一个众生拢会当依受着神佛的庇佑。好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拄到痛苦烦恼，有当借由着这个宗教的力量，互因信心，互因力量，互因心灵有寄托。吼、哦，唔免互因负面情绪，总是要有神佛去缓解他们的内心不安。吼、哦，负面的情绪也要有人来疏导，讲道来疏导。有了归属感呢、啊，他们就会重新奋斗，这是一种动力。就是一种给精神的良药。好、哦，那今天这段，我觉得说，我们可以把它、哦、
打日幕哈、哦，以后呢哈，啊，人会当点咧就看，点咧就看，就知影讲啊，咱开工是要创啥？开工的目的，吼、哦，唔是为着闹热，吼、哦，唔是为着挂香，唔是为着人马强强棍啦，吼、哦，嘛唔是为着讲啊，带咧啊一世界吼，安、哦、尼一直去交流。最主要的，我们是要用众生的慈悲所捐的捐款，好、哦，然后呢来做。归于社会，哈、哦，咱边缘户也好，助学也好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所有的需要咱帮助呢，好、哦，这功德呢是属于什么？是属于众生的，哦，因为伫诸天毕生宫进入，好、哦，伫诸天毕生宫，不管是春秋两季有种出来经费，好、哦，咱有收嘛，有收，好、哦，有收一寡哈、哦，咱这费用有种出来经费，咱除了是讲啊，甲咱。诶，这个吼道场呢吼，甲管理又好，该爱建设的爱甲建设又好，吼以外所有种出来的钱，拢是咱的孙兄叔姐恁的发心，你们的功德吼，分享在吼啊众生的吼，咱讲因的艰难甲困苦，吼啊恁会当去帮助到一个囡仔艰苦，啊会当互伊助学，互伊读册。可以成为社会栋梁，哦，虽然呐吼，咱这机会，吼、哦、是慈天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会里是咱算上社会啦吼、哦，咱的基金啦吼、哦，咱的基金，吼、哦、算讲是，人有诶讲吼，基金爱三千万啦，咱的基金甲1000万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这是上界吼社的这种吼财团法人啦吼，啊，咱的财团法人呢吼一向啦，拢是自由乐捐啦吼，啊，咱讲有一挂董事长啦，一挂大间公司啦吼，吼、哦，安尼自由乐捐，吼、哦、啊咱今日呢，若有一挂收入吼、哦，咱就是拨过来这边，嘛是会当做咱要做的，啊，即个所有的。哦，咱讲低收入户也好，边缘户也好，助学也好了哈、哦。咱大家做伙来做功德，大家做伙来将这个宗教哈、哦，让它更端正啦。哦，咱的宗教那端正，好、哦、道德观有，好、哦、咱教育的这个学生啦，以后呢，好、哦、他们也会从事于哈、哦、啊，咱讲做好的，好、哦、做好事，好、哦、然后。啊，有动力，好、哦、去发扬、宣扬，吼、哦，咱这道德道同，好、哦，和咱这个宫呢，搁再搁较正确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比较不会说歪七扭八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公输归公输啦，吼、哦，咱希望的都是安尼。那今天呢，啊，这一段非常感恩，然后阿妈辛苦了，大姨呀，加咱的一个小徒弟啦，吼、哦，伊嘛拢有在。有在做伙来配义务啦吼，哎，有能力的就多做了吼，来，咱来安排一对母女的献瓜，慈惠，感恩母女，感恩多做啦，多做感恩。千秋灵照天来万里悠扬恩泽广披大地神威九星护驾度永年若水
下与我词汇，谆谆教导，真心忏悔，慈航隐归，自由进退，无尘无悔，长永生智慧。慧啦，慈慧啊，世间呐吼啊，有听到母娘，那么呢，我们在这个哦讲到的时间呐吼，那母娘也会给我们的哦嘉许啊，也给我们鼓励啦吼，各家灵啊囝鼓励啦吼，妈母娘安尼讲呢吼，伊讲。道德涵养重修为啊，吼意义充实该有福，厉害计较努力心啊，经济有加心明闭啊，就是咧讲蒙蔽的意思吼。我先甲母娘要讲诶，然后再来甲恁做一个简单的解说啦吼。阿娘讲，任凭世间千变化，不必是非拖落水啊！步步为营不投机啊，内进外行不出卡。讲钱财落笔啊，招道法啊，招道烦啊，聪明外露丧其真啊。道德涵养既然是重修为，那么咱只要咪讲，任凭世间千变万化，都唔通让是非甲咱拖落水，唔好甲是是非非甲咱拖落水啦。伊讲步步为营啊，唔通做投机的代志，不投机不取巧。母娘讲内进外行。不出卡都唔通吼，啊！咱拢感觉咱太巧，但是巧到过头诶，吼、哦，则变成讲巧变戆啦吼。伊讲钱财唔好定定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伫交易遐赌出，那咱倒足有钱，吼、哦，啊你呢？吼、哦，外口用甲足辉煌诶，人就知影讲这内底呢一定是有钱啦，内底一定就有金银财宝，都真济贼啦。啊！要走就要甲你淘汰，这就叫做钱财入白。吼、哦！啊，你想过头，吼、哦、啊，招摇了，你太招摇了，吼、哦，就变成安怎？就变成人会甲伊锁定目标啦。等到你无伫的时阵呐，才入去甲你淘汰。所以甲你讲，聪明外老丧其真呐。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想过头巧气，想过头聪明，但是。把你的真实吼，拢留伫外口，互人知啦吼。所以，甲咱讲道德涵养爱重修为，意义充实，较有福啦。厉害
计较，吼，唔通干那怀疑别人，唔好干那愤怒，厉害计较，吼，但是袂使愤怒，疑心疑鬼啦。讲惊惧有加呢，心蒙蔽啦。先来讲惊惧有加，心就会蒙蔽。啊，咱的主宰呢不安，就乱于心。主宰不安，乱于心啦。终入内心不安宁，属实就是安呢。母娘这样讲，你的主宰就是你的心。既然你的主宰就乱啦，免讲你的心嘛乱。吼、哦、啊，将入内心，你就无安宁啊。叫咱讲方为入险重于难呐。吼、哦，这咱爱去看重，就像吼、哦、啊，咱讲事那发生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地天动。地动啦，吼、哦，水火，吼、哦，那讲水呐，伤过了济啦，吼、哦，自然呢，啊，就会产生着灾难，吼、哦，产生着灾难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、火呐烧呢，嘛是有人，吼、哦，厝无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佫害死着这消防的人员，吼、哦，安尼少年呢，啊，就因公啦，吼、哦，因公丧失了性命，吼、哦，风靠出离，靠海处呢。方为入险，吼、哦！咱今日去知影讲疑难在哪里，吼、哦？难在哪里？咱要安怎去处理这个苦海处？唔通减生，啊，唔通减生刻薄啦！吼、哦，咱啊做人减生刻薄，福就薄啊，福德就损啊，福德就损掉去啊！种礼仪念，吼、哦，礼仪谦逊，咱爱施这个恩惠啦。吼、哦，妄用金钱堆山峰啦，任用吼、哦，咱今日个爱用对的，不管你钱有偌济啦，拢是爱做对的，吼、哦，做一挂功课啦，吼、哦，会当买无常无，无可能。所以讲，任用金钱堆如山啦，能买无常不来，不来无，无可能你用钱去买无常啊，吼、哦，无常甲有法度甲买断。叫伊卖来掠无，无可能。所以甲你讲，自保尊清淡虚无啊，是为入道爱有条件。大多深入气质，吼、哦，一定爱显化。步步上升言不息啊，心意何其息相关啊？心平自然气何往？念静自然色迷啊。念动必然何其生，报缘修益净化物，贪多不共难精纯呐、啊。哦，这是哈、哦，母娘给我们的哈、哦、教化，最主要就是叫咱讲爱学天地生根，人才有福报。人生唔通攀缘万物啦、啊哦。如果呐好善心心，你会造化。会劳神伤气啊，吼！所以讲会缩短着咱的生命，啊，若缩短咱的生命，就真可惜啦，吼！所以咱爱修正，吼，修身正本，吼，一定天地万物拢是，吼，气之气所生啦。天地万物拢是气所生的，有心之心拢是咱人人欲，啊，因为人欲贪呢，吼。咱若无吼，会当安尼沐浴来养性，自然咱就会当光环吼，以寿命啦吼。当当道人应物本根源，才有成功的一日啦吼。那母娘的话就讲到这里呀吼，都只要咱那是有母娘的圣歌吼，啊，咱就会当去接到一挂诗文啦吼。啊，好，咱的道亲呢，吼，啊，就这样子，吼、啊，心静下来，啊，母娘要说，啊，就给母娘这样，吼、啊，啊，我这个传令兵啊，就是代言礼义啦，吼，啊，所以母娘说完了，吼、啊，啊，那母娘呢，吼、啊，慈悲了，吼、啊，我们非常感恩啦，吼、啊，非常感恩。
大哟，今晚呢吼，要来道场为，人讲道长啦，为那地啦，吼道长话短，那要来谈道家的经典，来对婆婆住，说明世人呢修炼的广泛性啦，吼。这隔红呢，二对穿，别号叫做婆婆住。伊是婆婆修集的哈，啊，不为物欲所诱惑，哈，人就爱有这个志气啦哈。婆婆住呢是东晋时期隔红所著作的内外两篇，有内篇甲外篇啦哈。其中外篇呢，最主要是对这个隔红生平的注释。好，加以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。好，啊，内底面吼有这个37啦，吼人名，好，就是咧讲到婆婆住的外篇，吼婆婆住的外篇有37。好，伊咧讲讲夫心不为人，而名不经国，为亡之祸，无以下，无以度客。靠低义，吼、哦，都、就是咧讲吼，讲咱人啦，阿未了啦，吼、哦，人都阿未了，无多去了，吼、哦，了讲啊，咱未来发生啥物代志，吼、哦，你一直甲预料，吼、哦，一直甲预约预料，吼、哦，盛衰，伊讲盛衰未掉啦，探机数之无形啦，吼、哦，先来讲探机数之无形，知以服以利外。其亲论以今生啦，就是咧讲名，名之功。所以咱人呢，一直咧吼讲，这个国家、国运啊、世界兴衰，吼、哦、兴衰未掉，就是讲还没有决定啦。吼、哦，军事也好，探技术也好，这所有的无形的这，吼、哦，拢是唔是咱有法度呢？吼、哦。盛衰未兆的时候，你一直去预，好、哦、去预言啦、啊，讲会安怎，会安怎吼、哦。所以跟你讲，虽重运亦困穷啦，虽见欢而不好。好、哦，啊，人讲多过力而改性，撇行为而不多，叫做人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讲咱人啦、啊，好、哦、人者行也，名者。就明的人，吼，你家己心清幽明，你就是一个仁者的行为啦。讲杀身成仁之行，可立为义之感贤，切幽之明难忘记啦。吼，真真假假，假真真啦，吼。所以咱讲情初之分，啊，既然啦，吼，种夫妻不忍之人，吼，无从孝，就是咧讲咱人。你这个心血跟真惑了哈，你的心是惑还是真？你是伪真还是真心？哈，神乱，哈，就是在讲咱人啊，哦，这个神就是精气神呐，精气神啊乱，哦，咱的心血鬼都是拢想一挂哈，歪七扭八的代志，好迷茫嘛，迷茫的一挂哈，让你感觉。啊，那道拢道未好势吼，到底你望诶望啥物？啊，望这到底对咱诶人类有啥物？有个人讲吼预言呐，吼啊是伫望境啦，吼、啊、你无所明望诶遮，伊甲你讲吼，书本不分啦，邪正不识啦，不待安慰啦，就一心之不报，吼、啊，但要安怎加入伊这物？吼、啊，这就是伊要甲咱讲诶吼，伊甲咱讲咱人啦吼，气体伊未清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咧讲代志啦，代志无分天性之主，或者是讲卦师皇宫啦吼。即卖人无法度有这个天性的慈悲啊啦，啊嘛无法度讲吼，甲这个师吼，甲提掉来奉公守法啦。现在的人吼、哦，不可能讲吼，甲这当得的物件我无爱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卦师与皇宫。就是这种的多，吼、哦，盖明见实体，不逆见情啦。谁为顺神？要做一个单纯的神啦、啊，要做一个单纯的神。神是啥？不是咱讲的拜拜那种神哦，就是咧讲到君神，
吼、哦，君臣以义断恩啦，下人用名啦，以格养人啦，吼、哦，人可以废而名，不可无呀，就是咧讲，较早贪污啦，逆处顺受，行不仁啦，所以伊今日伊就变成讲吼、哦，应天革命，以其名，吼、哦。修恩修人，以调同班啦吼，外对生敌呀，是安怎？会为着安尼吼，无因公奉书啦，而是吼，伊、哦、家己本身呢吼，甲、哦、这个书吼摕、哦、来用啦，讲个甲放落去，所以呢，人呢吼，伫、哦、行而不仁吼、哦，你就是安怎？你就会逆处啊！啊，逆处的时阵，你无应天命，你无应天革命。以其名，吼、哦，欺人羞人，以调同班。大家一个人，你一个人有法度好，两只手骨你有法度好，甲整个的国家甲败亡，吼、哦，亡国破家，吼、哦，不明之祸，为对来的，就是为咱人的私心来的啦，吼、哦。是安那讲，这个，吼、哦，咱阿咧烧钱的时阵来探我。哦，咱家己的神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去甲对方，吼、哦，对方要来甲咱烧钱的吼、哦，啊，伊就去通，甲通讲咱当时要安怎，要安怎，甲所有计划拢甲留下，甲留下予对方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啥物时阵要来钱，我就啥物时阵为对甲你开门，予你入来，啊，这就是阴差入济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国家的废就是这种人啊，因为私心嘛，啊，私心就亡国啊。啊！你亡国就甲家破，吼、哦！亡国就一定家破。啊！唔知影讲，吼、哦！咱人做一件代志，有可能几啊十世因果你拢行未了啦。吼、哦！几啊十世因果你拢行未了。婆婆住外篇呢，伊咧谈的是社会事啦。你论这个社会上的各种代志，吼、哦！你讲基内容会当盖棺吗？无可能啊！无法度具体概括，在论咱人间的得失，吼、哦，基持世俗，纲纪民法，吼、哦，咧评论即卖人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要刻技术，吼、哦，书艺，吼、哦，无遐简单啦，你要自己要克己，也要书上面的，要去想看讲，啊，咱安尼做会去害着顶悬的无？吼、哦，这就讲君子仁贤呐，爱民节约，吼、哦，独将。宽病的人，这都不是君子啊，这都不是真正好的好的这个吼贤臣呐。啊，你若超，你若无论讲是论这个超世俗出世修心吼，这个。甲罗要甲恁讲的吼，甲向善翁要甲恁讲的，讲修身必须要累积善功啦，吼、哦，要建立功德，慈悲为怀，吼、哦。啊，内篇呢，这个甲方对道家思想甲单道的修炼，伊个方法的阐述，吼、哦，这犯罪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即马咧讲的，就是咧讲人人心啊，人心要破坏，吼、哦，为着一个人啊，吼、哦，伊来探我，吼、哦，变成讲，把咱家己的机密啊，吼、哦，透露予别人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，吼、哦，再去，吼、哦，咱为别人开门啦、啊。吼、哦，贼仔要来甲咱占土地啊！贼仔，但要讲起讲来甲咱要甲咱占的，这种就是贼仔，伊要来甲咱偷摕咱的国土。吼、哦，啊你搁甲伊配合，刷落去搁甲开门互入来，安尼这就足大条的啦。所以咱来以治心啦，外为吼、哦，外以为国啦。咱人会当七情尊道、两气、教和。素食不食寒恶之节，风物不为薄不之灾啦吼。这就是无遐简单啦，人我都做甲安尼。讲祸乱，人诶祸乱吼，干渴，这拢是吼无信啦，吼无信，无结果，吼不谋而成的人，不赏而劝，吼不华而树，吼不求而得，不进而止啦。吼，这是处相与人不以为中，吼，所以讲这人呢，吼，就是因为吼自私为患，吼，这佛法就来啊啦，吼啊，所以咱讲吼，要安怎治，要安怎导
都会当治世间无碍，都会当治世无碍，都会兴无碍。就是咱三五吹强而易恩啦，都是衰呀，吼、哦，自然就啥物拢唔对啊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婆婆主的雷篇伫甲咱讲啊，就讲，吼、哦，牵涉着新鲜的风友，吼、哦，鬼怪的变化，养生的恩人啦，养灾祛病，吼、哦，咱心性有这么大的神通广大，吼、哦，内容呢会当吼具体概括。最主要是咧论述着宇宙的本体，吼、哦，论证着新鲜确实存在，吼、哦，论述着金丹甲仙药的制作以及应用，讨论各种的方式，吼、哦，应该学习安怎用，吼、哦，论述道经的各种的这个所有注目，吼、哦，讲明世间人修炼的广泛性，吼、哦，广泛性，吼、哦，所以婆婆主当中也强调了讲人。吼、哦，袂使无单纯啦。对咱这修炼的方式入手了后，人生的抱负啦，嘛袂当仅仅是啊，顿稳山林啦，不插，吼、哦，不插，意思就讲，这人呐，拢完全无想要改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插嘛无效，啊，归去我来蹲，我来蹲来山顶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无爱出来外口建功立业啦，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高人煞怎啊拢顿稳？去山中，甘愿去修行，无爱这官，啊嘛无爱荣华富贵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人来看看，看破，看讲世间人呐，拢无要改变的看破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今嘛讲，主张现实社会生活当中，精神解脱啦，跟练得肉体飞升，要做到入世啦，吼、哦，这些，吼、哦，有地理超凡入性，也要看咱今嘛，吼、哦。佛法期间啦，吼，是毋是有法度做到这点啦？吼，这就是讲吼，修炼，吼，修炼既可以保德治天性啦，也可以治世治太平。修心养性啦，修心养性有两种呢，吼，保德会当予咱天性，治世会当予咱太平。吼，通过修炼，也阁会当获得。养生延年啦，吼，就很好啦。身体不易损伤啦，是最大的孝道。因为咱啊囡仔吼，啊，常常发生代志的时阵，上可怜的是啥？老爸老母啦。因为老爸老母呢，吼，实在是真正要讲囝吼，先发生代志，这老爸老母的疼吼，不是小可尔啦。吼，讲安尼。靠一个就好了，他一块肉是由他的肚子生出来，对他这样含辛茹苦给他饲大汉，你如果骑摩托车骑太紧、哦啊、发生事故的时候，这个父母要疼多久，你知道吗？要疼到肉体下部经常会痛，因为这块肉、哦啊、所以说咱少年人呢也是要怎样，嘛，就爱有法度替老母、替老爸想呢。吼、哦，你若无替老母、替老爸想，吼、哦，你用这样的方式，吼、哦，你又没办法认知，没办法认知。吼、哦，先来讲，没办法认知，因为一辈子啦，没有多久，吼、哦，一世人无外久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讲，唔只是讲吼，啊，咱的格局啦。格局就是一个胸襟嘛，吼、哦，要看待问题的境界修养，有一种思想的品格啦，吼、哦，思维的认知甲程度，嘛代表着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量啦，吼、哦，格局会影响个人之命运，那格局大，眼界开阔，胸怀宽广；格局小呢，啊，就纠缠琐碎小事而无明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人讲格局决定了结局啦，思路决定了出路。一个人的态度都在显着一个人的格局啦。好、哦，跟事件轻重无关啦，关键就是一个人的心性的修养啦。好、哦，就是有关于这个、哦、人的身，好、哦，人讲心性的修炼啦。好、哦，这确实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如果讲
咱也常常吼，啊，无爱去吼，无爱去了解，吼，咱今仔日母娘啦，吼，真正是慈悲啦，吼，咱也是以五教之真理精神的五道修持，吼，五教吼，理本一致，大天宣化，所以咱常讲，人爱以无明，吼，道通道世，宣扬天道真理，公开，吼，公开普化，吼。道至无极而降啦吼，所以咧讲着讲，不管是一贯天道啦，还是宗教吼，啊天道真理，拢是为大开方便啦。若无大开方便法门，都是大开方便法门啦。吼啊，既然即马这个时阵是大开方便法门，那么师兄师姐，咱嘛是着爱共勉啦。先来讲爱共勉，因为众生累世吼。拢是伫咱的尘世间呐，吼，将本来呢清净无瑕的本性，因所造诸恶业的污染，吼，使得咱世间人呢遭受了业力的左右，吼，而且呢，咱阁显现出着命运的经通业福，吼，阁较讲的就是咧讲善业，吼，甲轮回、天道、甲人道、甲阿修罗道三善道啦，吼，若造下恶业。吼、哦，都、就是会予咱呢，吼、哦，处向这个畜生道、五鬼道、地狱道，这位叫做三恶道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是讲三恶，吼、哦、道，三恶道必然呢招惹着苦难的命运啦，吼、哦。那世间人会当回首看看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花花世界的红尘凡世间呐、啊，万事以万物以及万象冲刺其间呐、啊。如此就敢若如同人讲万花筒的景象，千万啦吼，唔通伫这千变万化，互咱世间人昏头转向，经常忘了自己是谁呀、啊？到底来人世间所为何事呢？吼、哦，如今举目一看，到处都是一片茫茫，难无数之众生啦吼、哦。这讲唔知天高地，吼、哦、地高，天外高地外高。吼、哦，啊，全即做一寡吼，食、哦、毒的啦，食安尼啦，卖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做唔对，即胡作非为啦，啊，不知道东西南北该何去何从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世人呢，处于迷失，吼、哦，无法度觉醒，来到这世间的目的是要创啥？是伫咱这个红尘俗世之中呢，唔通迷恋功名利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未了解生死的本源，吼、哦，你就耽误你一世人啊啦。最后呢，魂归阴间轮回，一宿生六道，吼、哦，这就真正足悲哀嘛，足悲惨的呢，吼、哦，有悲哀嘛，就有悲惨了，那是一定的了，吼、哦，也足可怜的了，吼、哦。善缘，慈悲大无边，宽阔的胸怀，动感天地间。斩断尘世缘，烦恼丢一边，跪拜在佛前，常常把经念。愿做菩萨。愿做菩萨的一朵莲啊，吼、哦，那嘛是真好听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人讲世上处于迷失啊，而且拢总还阁要得困，要得含眠啊吼、哦。啊，来到这个世间上的目的，家己嘛唔知影讲红尘俗世之中迷乱吼，着
重名重利，吼，无了解讲咱人有遮个问题啦，吼，最后魂归何处？吼，轮回四生六道遮，地球之内咧所有个万物，伊个生长拢是皆有灵啦，吼，只在于灵的层次之高低，而生存的要件。是适者生存，而不适者淘汰啦吼。啊，既然是吼、哦，咱讲伊出生就爱会当接受嘛，都来世间啊，都爱接受啊。吼、哦，人呐，世间会困境磨练，吼、哦，这款的灵才会当对你成长。吼、哦，人是为万物之灵长者，今生对于轮回做人最大的福报。吼、哦，你讲来世间轮回唔好吗？只要你是精心累世所做的是对的，你来世间轮回是过来教人的，是过来做好人，给人榜样的。你是来轮回是来做榜样的，是来做好事的，是来为神吼、哦、开口动舌，是为着啥？因为神我定讲，伊是铜雕的吼，还、哦、是？茶雕的神，他都不能讲话，能够讲话的是人。好、哦、啊，今生要怎样讲啊？这个轮回，好、哦，有的人是来世间是用上大的福报来轮回，所以也当做长辈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提携的后辈，好、哦，伊呢有这个天命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是得要来做好事，要来广结善缘。好、哦，过来就是。哦、要来替神啦、啊，吼、哦、开张明道，吼、哦、最主要就是讲，吼、哦、这个道搁开较宽咧，吼、哦、啊，互人搁听较有咧，吼、哦、你是来咧世间做好事，所以讲轮回，我们不要照四生六道去了就好。那么呢，你要解决生死的原本，不是怕来轮回，吼、哦、梅香也是这样讲啊，吼、哦、我常跟母娘讲啊，母娘你还在人间呐、啊。母牛你的灵感也还是在世间，圣庙你的真灵也还是在世间的教育，需要这个会讲话传灵兵啊。我也跟他说，我若吃到七八十岁还是八十几岁，我的肉体若舍饱了后，我说我四十九天我就过来了。为什么我四十九天就过来？我紧来出世啊，吼、哦、啊做童啊嘛好啊，紧来出世。吼、哦，啊，赶赶紧紧大汉，吼、哦，我过来，搁接我家己原来的使命，吼、哦，接我原来的使命，我从来唔捌讲吼，我一定要等于吼，要提圣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去啊享受啦，吼、哦，我都无爱搁来，我不是这样子，只要讲三级末法阿未到末法，吼、啊，还搁有救的时阵啦，咱的母女还搁伫世间内咧，要讲法，要说法，要过来度这灵气，这灵啊囡仔。吼、哦，遮拢总爱开灵的，遮你一定爱有人教。吼、哦，啊那这个庙呢，一定爱有人传承嘛。吼、哦，也许哦，慈天必生公，吼、哦、啊，梅香呢现在吼、哦、已经74岁了，吼、哦，和你过十冬了，84岁，我那也过会讲，吼、哦，表示讲我的头壳无歹，我也过有法度讲经讲道，和大家听的话，那就表示讲吼。哦啊、心情有在好奇好退有在保庇、啊哦啊、所以我也很感恩、啊哦、今生得以轮回做人是最大的福报，我认为是这样子，虽然是生老病死啦，虽然是生老病死，但是我感觉这也是最大的福报，因为你是要来替天行道，要来替神开口，神不开口咱也是要准时啊、哦，但所以能好好的珍惜这个福报，我们要感恩啊，因为没有感恩哪来的福报、哦啊、所以说我的愿力就是这样子，只要是圣母、哦啊、母娘还是在人世间、哦、都还在做、哦、都还在做这个、哦、他还在破坏世间，还在这个、哦啊人间呢，吼，还佫在做吼，即个所有凋零凋完的代志。那梅香呢，一定还是会回到这个人世间，佫再过来轮回一届无要紧。我是要用这样的方式，
所以我们人不怕轮回，只要你来是做好事，你要来为神明开口当些功德的，那都是好事啊，再来几次也都没关系啦，吼。来，今日个时间已经到，吼，今日拜二哦，有开课，有祭祀，伫遮呢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